收看乐朵的频道。大家好呀，我是乐朵。今天教大家两种发型。影片开始之前可以点赞和订阅我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。首先，进入游戏前，点击服装变更。发型选择一。进入游戏后，点击左上角的菜单。点击角色编辑，道具编辑。然后点击道具，点击头，选择南瓜帽，往下滑点击 XYGRO， 接下来点击 X 剪，剪到跟头围差不多的宽度，接下来点击机剪，然后在位置调整，往后移，往下移，往旁边移，最后点击颜色，选择跟头发一样的颜色。来看看效果吧。第二种发型跟刚刚一样，先点击服装变更，发型选择28。进入游戏后，点击左上角的菜单，点击角色编辑，道具编辑，然后点击道具，点击头，往下滑并选择装饰节，接下来往下滑点击扩大加，然后点击 Y 加，接着点击 G 加，在位置调整，往旁边移，接着往外移，往下移，最后点击颜色换成跟头发的颜色一样。来看看效果吧。喜欢哪一种发型，可以在以下留言告诉乐朵，记得按赞和分享，打开小铃铛，别忘了订阅乐朵哦。谢谢观看。 It's good,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, I can show you my love here.